我叫张景元，来到部队最大的变化就是改掉了以前生活邋遢的习惯，越来越有气质了。我叫乔高，来到部队最大的变化是我的身体更硬朗了，思想更成熟了，做事更稳重了。我叫李天乐，来到部队最大的改变就是改掉了打游戏赖床的坏习惯，性格也变得开朗了，做事情变得更积极了，对生活充满了激情。我叫李彦江，来到部队最大的变化就是更加善于与人交流，变得更加自信了。我叫韦贤石，来到部队最大的变化就是体魄增强了，心智变坚了，性格更刚毅了。我叫彭学龙，来到部队最大的变化就是养成了一丝不苟、注重细节的标准意识。